给钱，给什么钱？我让你去弄鱼玩的。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哎呦我操！吓我一跳，我吓完了。这船长太吓人了！哎呦我的妈呀！搁草丛里边，给我吓完了，声可大了，你知道吗？全军出击！我将得到重生。一级学个艺，我教你们一个冰击二级必杀人套路。杀不了人啊，回来找我。无论你杀什么段位的，包括那王者段位都不好使，二级必杀。你可能不知道怎么杀。来点一下平 A， 平 A 一级平 A， 他平 A 接 E 接平 A， 这种血量二级就直接死了就。哎，但是不要打了啊，一下接平 A， 他吃药的话呢多打两下啊，点一下 E 一下，点一下再点一下进草丛，点一下一下闪现平 A 接点员，薛微有点着急了，我说实话啊，这波薛微是有点着急了，大家不要学啊，这是反面教材啊，这是反面教材，像这就是有点着急了，那别急啊，尴尬了。嗯，这是一个反面的例子，每片雪花千万别学啊。那 E 技能伤害其实有点低，给他打到半血了，二级只学个 Q 只要中那就已经死了。因为二级的 Q 伤害是特别高的，配合上我们的 E， 再加上我们的电刑，再加上我们的点炎，一波斩杀线大概在400多左右。超越一生的思考。直接扣呀！我操，摁快了。先别让他抠啊，点一下打骸骨，现在没弹了，一下接平 A 打电刑，接平 A 一下，我们的攻击距离比较远，平 A 抠一下放墙，哦，这块墙没打到。哎，也不是最后一个。这干啥呀？这。没弹了呀！这个船长在干些什么东西、啊？上头了还是吗？不推了，回家了。
来耗个点盐吧，没办法，硬杀我们，那就只能换了。冰姬现在出什么装？蓝莲汉的苦楚。你给我打死！兄弟，你这波戳小兵，戳的我真的是脑溢血。我不知道你因为什么戳小兵。我们链接到一起了，是打皮了，收一下，一下。谢谢，开 R 扣一下，一下关 R 平 A， 平 A 放墙，平 A 接 E 放 R， 船长好凶哦，没有道理的凶，不知道凶些什么东西，但是就是很凶。回家吧，武器大来了，但我没看见他多少血。我说实话，这武器大师啊，我可以蹲他一手，但前提我得知道他有多少血。他如果到现在还没来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不来了。他来了，偷一下，没关系。吊弹放墙，开 R 闪现走，没有大 OK， 走掉。五个刀回家了。我不是第一个，也不是最后一个。先来一个小美甲窃魂卷，因为我们马上美甲窃魂卷的层要起来了。总是在观察。来开 R， 放墙，扣一下，开贴点盐，贴平的死掉。我在这里还敢拆他？你不知道我这冰击秒人的吗，小伙子？他肯定不知道。Shut down. Killing抽一下，拍一下，接大招，平 A 挡住，平 A 接 E， 接平 A， 再接平 A。武器大师要来了。我说实话啊，我不是那么很怕，想秀是可以秀的。直接开大，墙堵住，抽一下。
走。这得等一会儿，不太敢走，我怕那五级道士搁底下，再给我截住了。溜了溜了，不溜，再吃一波。我想知道船长有没有闪现，谁能告诉告诉我？开大啊！啊，你再贪一波，抠一下，开一下，哎，挡住，追不上，滴滴滴，开大，变蛋了，别打我的蛋，别打我的蛋，我 A 你的炮，我给你减速，哎，滴滴滴滴滴滴滴，哎。1665，超越一生的思考。我梦到了纪元的过去。520，挨你们！展翅高飞啊！开耳，挡住抠一下，耗点盐，一下给大。我不是第一个，也不是最后一个。我不是第一个，也不是最后一个。总是在观察。抽一下，挡住我。早知道闪一下，没想到他居然能跳得到我。先来个美甲窃魂卷，爽到极点。来个扫描，还得回上路啊！不回上路，这船长肯挺能拆呀，一顿拆给我们。明白。这咋还不走呢？这啥意思啊？将得到重生。闪现 RQ 一下，平给挡住，等死。这武器大师行了。哦，别！还有闪现。哎呀，把我美甲窃魂卷又给我打掉了，这咋这么烦人呢？真恶心呢！我发现老有这蚂蚁，真讨厌。还行，
这阵风会带来什么改变？开始中团，我们现在啊有点无敌了。那船长可上路啊，整来了100回也没算他赵信来一趟，就唯独就是塔下，这怎么就能一直拆呢？这人2-7无限拆，完事还有人帮，咋那么难受呢？你给我死今天！这还打不过啊！天哪，这还不杀一个？真是佛了！我来下路帮你们，居然还能就是还能一换二，兄弟们！不帮你们了，我自己去上路玩去了，省得那船长一直拆我那路。我有弹哎，我有弹哎，哎，谁死了？漂亮，刚才那个墙放的穴位有点问题，给你信哥框外面去了。没蓝了呀，怎么办？我需要一个蓝 buff， 可否给一个蓝 buff？ 我有弹，不会吧？我有弹，你还要杀我？我靠，他还真就把我给杀了。这莫甘娜伤害挺高啊，这装备感觉都比我都好，怎么这么好装备？刚才美甲窃魂卷多少层了？得来波下路了，你们到底越不越塔？守塔就在塔下，哎，这个墙有问题，完了，你刘哥还给人顶出去了，俺俩这配合简直是天衣无缝，简直是天衣无缝，我说实话。这莫甘娜要干嘛呀？哎，有意思。起飞！花点时间。一波八爪扣。真吓人！走位，走位，
先出个猫着吧，这不来个猫着，哎呦，先来个猫着，大天使咱先不出了，那杰把我蓝 buff 给我打了，烦人，中推。每片雪花都有它的意义。你们不推，我可推了。没拿到助攻比较烦，打大龙吧不行，真的我们可以打大龙，来打个大龙。不打大龙我们回上路收线吧，展翅高飞吧。没懒啊，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，刚没有 Q， 刚有 Q 的好，刚有 Q 可以直接把 AD 杀了，或者是逼他个狂风也可以，哎，好顶，这波顶，好顶啊！没蓝嘞，没蓝回家吧。俺们家到底是少人还是怎么回事？那一个3-10的船长怎么到处偷啊？我有点生气了。你偷啥呢？是没有人呢？我们家还是怎么回事？没有人能治得了他了，是吧？我将得到重生。不行，这团不打了，我也偷去，我们去单带去。你给我二连呢，我也偷了。你别跟我走，我自己偷去了。他不乐意偷吗？来，又一个。你看偷是吧？我也偷，你这回跟我过来干啥？那不来人了？这墙怎么回事？放的？冰墙手感不行啊，每片雪花都有它的意义。本来那武器都死了，啊，打个蓝，实在是没有蓝。一些古老的东西在角落。
超越一生的思考。来吧，我跟这团长正好对对线儿啊。俺俩对对线儿。不知道来没来人呢？来了，魔界大师。魔界大师这么喜欢抓我呀？来吧。打龙去就完了呗，这也过不来。我操，老子我在里边等死。再见。干啥呢？跳啊！先走，刘哥，这波我没有墙，等一会儿。我这波没有墙，等一会儿。你这给他撞我身边来也行吧。小龙，我说实话，你们不行就打大龙去呗。你说我搁下路，我就跟他们玩不也行吗？那武器大师未来来呗，咱就不能去打个大龙啥的吗？来吧，可以呀。再见。Legendary。好多眼儿啊！你这样说谁知道？我的，大龙，我的问题。看有没有红啊？没有红，没有红，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眼儿，算了吧。咱就不狼了。展翅高飞，怎么敢拉？我还真就不知道有没有眼儿这个位置，有点害怕。去打个蓝去。
1350加2600等于多少？好像钱有点多，先来个沙漏的。你们玩吧，我去单带去了。嗯，这船长我咋没看见他呢？我是瞎了吗？明白了，你们一起就行，我自己走吧。啊，没有关系，不用跟我走。你要跟我走干嘛？我将得到重生。这波团一下咱就不带了啊，早点给他结束完事儿。好像对面打不过，那不用去了。哎呦，武器大师行啊。哎哎，挺喜欢跳我的，来吧跳。船长还偷呢，看看你偷的快还是我偷的快。我平 A 一下750，我怎么回事？我怎么没动？刚才我刚才为什么没动？我丢，哦，哎，吓死了。哇，好兄弟，这怎么给我顶过来了？哦，把拿走。哎呀，一定顶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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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再见。好顶，给他顶出来。这种英雄不能玩。